大学的翻新申请放榜了，北条高中今年要为这人通过翻新的计划，申请到新北中的理想大学。我们全校只有78位毕业生参加学测，我们只有73位。那报名翻新计划的，我们有38位啊，录取31位，其中11位还是国立的哈，啊，也有一位哈啊上了台湾大学哈，啊，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今年的导师，从7月1号来规划帮学生做复习，来协助他们来考试。真侪家长拢会烦恼，偏向的教育资源真哩欠缺，将囡仔留伫遮，敢讲袂害因读无册。这个答案，这两位翻新考调台大甲中兴大学的学生会当回答，因为因唔捌补习，考调老师教甲同学讨论，加上家己认真读册，也会当有好成绩。如果想要更加进英文能力的话，你应该要去找那个老师讨论，还有用那个图书馆资源。其实图书馆很多杂志可以读，每天也都会那个花个30分钟到一个小时听那个听力。那背单字的部分，我想建议就是不要只有背一本，你至少拿两本交互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同学之间的支持还有鼓励，因为在那段时间同学其实彼此都会很紧张，然后会念不下书，所以我觉得同学互相的激励可以让彼此的念书效率更高。其实这两位学生的妈妈分别是越南和印尼的新住民，虽然家境不是很好，不过他们却没被环境和命运打败，但倒进认真读书。因为他们的家庭就是跟新住民的家庭，但是他们在就是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很好，他们能够就是说摆脱这种困难，然后努力学习，然后我们希望说借由他们来鼓励众多的这个新住民的学生来证明自己是可以的。而且他们很难得就是从不补习，他们都靠自己学习，他们那种学习方式我是很欣赏。搁在好环境优学输出，学生唔用心、无认真也无较抓，偏向选资源较少，唔过校方甲老师用心也无输多切学校，这也是北条高中骄傲的所在。记者郭向平采访报道。